我已经不行了。哟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乌拉拉，进不去呀。往哪边？往上一展架嘛，那家二十米的啊、哦。我走到头。嗯 OK， 谢谢啊。这儿有一个栅栏，我进不去。刚才问了一下老板，给了我一把钥匙，让我过来开一道门。特别酷，进来了，谢谢。老板很热情啊。中午啊，这边没有人。然后外面比较热，我就不在外面吃了。先来一份生蚝吧。鸡肉煮会比较好吃。OK， 那就鸡肉。半只。谢谢。叫你照相的，带了镜头机的。靓仔。老板说我是靓仔。靓仔，应该是鸡汤，然后有人参、姜片、红枣、枸杞，就还挺补的。百叶是吧？嗯，这个是肥牛。肥牛 OK， 肥牛，哇，好吧。生蚝和手机的对比，从这个蒜的味道上来判断，这应该不是紫皮大蒜。老粉们应该都知道，乌拉拉呢，隔三差五的必须得吃个生蚝什么的，真的是工作需要。哇，特别棒。那我帮你调一下吗？谢谢。能吃辣吗？特别能吃蒜，全都到了，自己还带了蒜，谢谢。我再来一份生蚝。哦，那肯定是不够。哇，特别棒。现在已经好了，煮完之后它就缩小了一点。我们把生蚝蘸满酱汁。啊，我已经不行了。我的天哪，特别棒，真的是特别棒，超级好吃。人间的青草地需要浇水，内心的花园就不会枯萎。好吃啊，这生蚝搭配我的紫皮之后简直无敌了，真的。你就仿佛听到这个生蚝在对全国其他的生蚝说 I'm your father。 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，先来坐，我怕啥，我就是个吃货，我又不吃孩子。你想成为 rap star 吗？清远走地鸡就是很牛逼。 Skr， 就我现在想想，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点这个东西，就不建议大家来的时候点这个东西啊。如果说点肥牛是为了提高我这一顿的蛋白质含量，那点这个东西我现在就更加不理解。很脆，牛肚比这个肥牛值得点，起码它可以锻炼你的咬肌。好的，我们今日消费236。好的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